会客不客人啊，如果会客超越我退出演艺圈。Hi everyone,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E-Junkies. So today we are at the press event for Jack Neo's new movie, The Diam Diam Era Part 2. And we'll be interviewing Jack Neo, Mark Lee, Henry Tia and Wang Lei. So let's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about the movie and how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have changed since the 1980s.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elfish Brother Wang Lei. Hey, hey, 大家好呢，我是 Jack. Hi everybody, 我的名字叫李国煌。大家好，我叫辉哥。然后在戏里面，请问辉哥，你是演什么角色呢？阿坤。你演阿坤？不是阿坤啊，你演阿坤。对，我是说你在戏里面演什么角色。阿坤的手下。不是手下，是阿坤的好朋友。好朋友。OK, 然后他这个好朋友呢，就是没有主见的，人家讲什么，他就是 follow。我说做反对党，他就做做反对党。然后他突然间跟我讲，他要做交通部长，我傻掉了。就是因为有这种人啊，在以前，对不对？就是他没有主见，没有受教育，然后又碰到一个像我戏里面阿坤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就是有很多 idea, 但是都是 useless 的 idea。然后呢，一定要每个人 follow 他的 idea。如果不 follow 的话，他就发脾气；如果 follow 的话，他也觉得是理所当然。恭喜你啊，王雷演我的戏20多部了、啊、对对对对，每一部来的演法都是一样的啊。其实每一部电影我在他的片影片当中，除了福建还是福建 Bandring also no OK,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啊、yeah. 你来看啊，王雷啊、yes. 在戏里面的一个演这个角色 Character, I tell you. Because 我说真的啊，想来想去哦，他如果一直演一样的话、yeah. Nothing new, 重点呢就是他整部电影啊是讲英语的，他这次呢演了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他是一个呢反对党，他的 slogan 是什么 ？Chinese little bit, English no limit. Chinese little bit, English no limit. His English is really KNS, okay? Speak your KNS. Kana sai, okay? But still understandable. This year I improve a lot. I improve a lot. Hey, please don't speak English sounds like vulgar language. 你还是讲华语啦，你讲英文好像骂粗话这样。今年我们会要参加最佳 KFA。国煌有在啊，辉哥有在、啊。辉哥不可能啊，如果辉哥超越我，我退出演艺圈。这部电影啊，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呢，80年代的这个政治的一个氛围啦。80年代呢的大选哦，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都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大选里面呢其实很热闹。是哦，是啊，八十年代的大选，因为那个时候反对党呢也蛮多的。是，然后呢有很多有很多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我看了就、我回想起新加坡60年代、80年代、70年代的很多很多情节，你都把它演出来。是是是，所以、因为那些年轻不知道新加坡。那么辛苦，风风雨雨，遇过大风浪，才能现在稳定了新加坡。这部戏呢，年轻人呢看了、你一定看得明白，因为讲的其实就是政治的一些笑话。是，那么这种政治笑话呢，说真的比较少在新加坡的作品里面看到。不是很少，没有人敢拍，只有他敢拍。反正呢，你们来看这部戏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他的这个节奏呢是比较轻快的，而且呢，他爆笑的场景呢会是比第一集来的更多。我觉得这个 Part 2, 你准备要进入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希望你去小个便，才来在戏院做。为什么小个便？我怕他们笑到漏尿。哦，而且大场面的戏很多，竞选的时候，对，几批 Party 啊，哇，真的那个很壮观，哇，那几场戏都要看。问到我们的80年代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放鞭炮了，没有放鞭炮。鞭炮是在新加坡几年不可以放？1972年之后就开始进 confirm, confirm 吗？对对，他讲了，不是我讲了。confirm 1972年之后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就禁止下。哦，是好火灾的事情。对，那个一个卖鞭炮的店啊，就爆炸。对，然后就死伤了一些人。以前80年代我们都没有贺岁片，以前是看港片来做贺岁片，现在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贺岁片了。我跟你讲啊，为什么鞭炮新加坡要禁止？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在港埠的话，我们没有安全意识。是，就是你看到我的第二集有没有？我们的故事第二集有没有？我们大家那火箭炮出来出去，就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更顽皮的什么？我们在乡村里面有那个鼓塞，所以我们是这样的，跟他放进去那个鼓塞那边就点，等他的炮声，砰，那个鼓塞就试飞降完。那以前啊，我们80年代吃团圆饭，阿姨啦、姑姑啊，是一大堆，全部回来。是的，我的家庭最大的是可以到容纳到60个，多少个啊？60个。现在呢？
现在八个。所以以前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是一堆人一起吃团年饭，而且只去一个人的家，没有像现在说下午跟 mother-in-law、father-in-law 吃，晚上才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吃。Last time 啊 ，CNY we call Chinese New Year， 对 ，This year CNY we call COVID New Year。八十年代的过年不用戴口罩，今年的要戴口罩。八零年代你还有收红包吗？我给啊，给啊，连你最多包多少钱？两块、四块，四块最多了。两块是 standby 在外面的，最少四块。四块啊 ，OK。有小孩子来个半年就给了，就给四块。不正式的。那现在呢？我找自己人啊，自己人。1984 then 2021 still $4 啊。$4 same same。So you see, you this kind of people know it. 我两块 upgrade 到四块嘞。所以你看，红包就不一样，对不对？八零年代到现在已经四十年 ，everything is change. You see, change.Color change 没有讲真的，如果不一样就相差很多。以前呢，我们八十年代三样东西一定要做，第一样头发修美一点，买新衣服一定要，家里要粘到好像神庙这样。一年呢一次买衣服，那个衣服穿就穿一整年，真的这，这件就是去年买的。哎，我觉得只要自己抱着一个喜气的心情啊，是的，是的，不管你是在哪里庆祝农历新年，你还是可以过得很开心，对不对？如果说你已经去了人家的家，已经超过两步的话，你已经不能再去，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你可以去戏院看我们的电影仪吧。是的啊 ，good idea 哦，对不对？在这里呢，我要恭祝呢所有的朋友呢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来，在这里我们王雷呢要祝福大家所有的好朋友，新年一定要健康，最重要，全世界都和平，疫情快点滚回去，消失掉。在这里祝你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祝大家身体健康，出门一定要放口罩。哇，厉害了 ！The Diam Diam Era Part 2 is out in cinema, so catch it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If you like this content, please give us a thumbs up and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of E-Junkies. Bye.